是你对不对？是你对不对？我小时候见过你，别人都不信，但是我知道一定是你。我当时吓死了，我差点就死了。是你救了我，我知道你就是那个南华山的重华仙尊，对不对？哈哈哈哈，我找到你了。你别动。传说中庇佑帮助的仙尊，是你对不对？我小时候见过你，可别人不信，但我知道一定是你。我当时快吓死了，差点就没命了。是你救了我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可以。好嘞。收到了。二一，开始。师父，你愿意收我的，是不是？OK， 来，好，来，辛苦西哥，来。低下头什么意思？可以啊，来。难道要重紫开心打重紫对？你怎么下床了？师傅，我们回南华治吧，在紫竹峰上待着我才安心。你二姨，现在才知道，要快点回去。可以。